上的一条七斤七两鳝鱼王。啊，好大呀！看一下，大家看一看，比我的手感还粗。来，矿那个阿萨姆奶茶的瓶子来比较一下，这个阿萨姆奶茶都是滴滴。然后这条鳝鱼，我们养一下啊，给它放一点盐，在下面不要把它搞伤了。然后明天把它放生了，然后今天晚上我们继续在这个水库。